生日时刻，今天可乐在 MC 里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，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里的鸡居然能生出金蛋，而且当我们把这些金蛋砸碎之后，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哦。那么事不宜迟，让我们试试看吧。不丢，兄弟你谁呀？是不是长得有点高啊？哇，巨人也会跌跌落吗？我总感觉这些人倒下来会把可乐压成可乐饼啊。哎，打你们一下试试。不，好稳啊！难道说你们是巨人杂技学院毕业的吗？可乐在这边强烈建议登上今年的春晚，决定能给观众一个惊喜。喜就算了，感觉能帮观众吓死。看看还能掉出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多的彩虹羊，感觉也不是所有东西都有用啊，就不能拉点？告辞，可乐先溜了。我的天哪，差点人没了！不要玩这么刺激的东西啊，可乐小心脏承受不住啊。这次吸取教训了，扔远点。哇，这个蛋可真的是营养丰富啊，真不是区区一个蛋砸出五只鸡能比的，这是一个蛋砸出一整个养鸡场吧？有没有技术君帮可乐数一数这有多少只呀？哎，等等，就你了，快数。看也看不清楚，怎么数？什么看不清呀？这样都能看清了吧？大家快来帮叨叨一起数一下。救命，我有密集恐惧症。快给点好东西吧。哇，是匹小灰马，让我骑上去看看。这好像是除开僵尸马和骷髅马以外品质最好的马了吧？太棒了，还不用驯服。虽然可乐暂时用不到，这苦力怕还有名字，一只友好的苦力怕。可乐才不信呢，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我才不会上当呢。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。为什么金蛋还会爆炸啊？可乐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，我都快分不清哪里是之前 TNT 炸的，哪里是刚刚金蛋炸的了。出来吧。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这个蛋是坏掉了吗？我去，好大一艘船啊！原来砸金蛋还能送船呀？有没有豪华限定游轮啊？这样可乐就能乘着它出海了。好了，这是最后一个金蛋了，来点不一样的东西吧。走走走走走走，为什么是杰伦兽啊？救命啊！鸡蛋里砸出了杰伦兽，我举报这只鸡通敌啊！终于安全了，站在这里你就打不到我了吧？嘿，有本事你爬上来呀！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喜欢点关注，可乐今天的可乐呀。